再把这个电给它接上，配电箱是满的，它在给那个车充电。我要把它车的这个，我给它插到这边去，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插这上面了，因为那个上面耗电量没有这么大嘛。好了，就可以把我的线插上去。 把这个把咱们车充上电，然后把那个库仑计给重置了。之前就是没有重置那个库仑计，搞得很尴尬。把库仑计调到了，就重置到了。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用了多少电了。库仑计还是别乱按了，容易出错。 这时候要喂元气蛋了。对了，你给他弄饭了，有没有给我们弄饭哦？今天轮到我们点餐了。弄的。啊？弄了吗？我刚刚已经点了。哦。我们给你们点炒菜了。是吧？嗯。好嘞。我今天吃炒菜。小浪浪。哎呀，香得很，香得很。老想吃这个元气蛋了。香得很，香得很。给你们撇下。自己在那儿，自己在那儿拿小鼻子一顶一顶。他已经知道我放到哪里了。嗯。 <笑>啊，不要那么搞，我给你搞小一点。学长越胖，还在吃。下去丢个垃圾。哎，肉肉，我们的晚饭到了是吧？嗯。哎呦，有点。哎呦，哎，放着放着，我去先丢个垃圾，你去叫他们吧。好嘞，好嘞。啊，回到阳光学院又开始要喷这个东西了。不喷的话，这晚上没法过。 看肉卓点的这个菜啊，就我们之前点了那么久都没点这家的吗？我觉得这家菜还不错啊。这家是做豆花饭的。感觉做豆花饭的。嗯，他家还有小。我觉得他菜感觉还不错，梅菜扣肉，青菜，这个是炒的茄子，这是牛肉，回锅肉，还有蒜香排骨，不错。来吧，开始吃，动筷子快。该切该切。先碰个杯吧。有，今天肉有点。松鱼。 要求有点，你得那啥的哈。终于回到城市了，喝点矿泉水，他们俩喝点可乐。嗯，挺好哈。嗯。肯定没事。帮我把机器看好。这个牛肉，这个是回锅肉，这个是梅菜扣肉，这是他们家这个菜可以。我把买的水果到了，你这。 带过去的水果都吃完了，你要从这个下面吧，这个地方可以。看他买的啥，说是买了点葡萄。哟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哪一家的？是不是水果吧？多女士啊。哦，是水果。啊，实在，水果哈。 两个，水果，哎，好，好，谢谢哈。啊，是水果。拿这个保鲜盒包着的，高级货。吃着饭呢，开始拆起包裹来了。看来是不饿。慢慢吃，慢慢聊天。看来是不饿。那我们也到了一个包裹。你在说我吗？你也是别在拆。 这是我的这个备用头戴。周总，到时候还需要个这个，我先给你介绍。什么东西？你又在给他安利。这个是必须要有的，钓鱼人有些没有头灯的。哦，头灯啊！我是那天在商店里买那个。那个不行，必须要这样子。你看，我这是就单手。充电宝的，然后打开之后，它夹在帽檐上，你看那里戴个帽子嘛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好。 就和我现在用的这是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。然后它有几种模式？你看，到了我们的东西，只有一个吗？嗯，只有一个。嗯，电池能机吗？看看，带的不是来了吗？对，那这个应该是灯。喝着酒吃饭，拆着包裹，这个感觉是真的爽啊！电池多少机的？上面就发怎么？128。它从哪里看呀？从通用。
通用哎，关于等级。256嘞。256。那我是要卖给别人的了。好、啊，我的灯到了，还有我的。我的兔龙。他给你寄的一个包裹啊。补光的。就是在他们家买的。哦。幽兰紫的。幽兰紫，你没买那个新出的塑料那款？你是不是买铁的？铁的，我就要铁的。我要的就是铁。他上次塑料的就是太重了吧？啊，这个我不是拿来戴头上的，我是拿来拿那个架着的。举着的。因为我买了个灯啊，买了个补光灯、啊。我看这铁的有好多嘛。哎呀，还好啦。月龙的脖子，你看一下。月龙的脖子比较那个嘛。哎，有点重嘞。你还有三脚架啥的。四年都觉得那个。我主要是看那个灯。在往下垂的。跟我那一样。哎，对，我主要是看这个灯。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你这个反转的，我的是360度转的，对。主要是看它是个亮度。主要看它三百六十度是给那个360用的。因为你这个灯转过来的话，你镜头也得转过来。你不踩镜头吗？灯转过来，你看不到。我。哦，这个是调色温的，上面这个键调色温，这边是调亮度。嚯、哦，很亮嘛！这两天什么情况？大家都在买灯。各种的，我们这一天啊，就是我都没试各种装备啊、你看这个唱吧的这个话筒感觉还不错、啊，好小、啊，好小、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你捡个那么乖的狮子不得？哦，好小啊，这个狮子。三女果，怎么又是狮子？怎么用啊？直接就应该要对，直接打开唱吧应该就可以唱吧？没有啊，打开唱吧什么？你有设置吧？应该有，唱吧里边应该有个设置，就是话筒的那个位置。我以前没声音，是开始了吗？啊，不是，不是你的这个声音是吧？不是不是不是我听到外边有刘德华的那个。十七岁，是吗？喂，没有声音，没有。你是说话那里是按道理，我按道理话筒有声音。对，按道理应该是这个有声音才对。但是你这一说话，刚才你买的是哪个？你这不是只是话筒吧？还要戴个耳机吧，然后自己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边，你是叫起来是吗？是是，这只是话筒，完了，买错了，买错了，没有，人家还要再接出一根线来，要音响，音响吗？我看这耳机嘛，耳机的嘛，耳机啊，那就还是那就还是得要音箱啊，刚才月龙。买的那个东西啊，把我们唱歌的这个瘾给勾起来了。勾起来了之后呢，现在就压不下去了，只能是让云哥把他那个哔哩哔哩打开，嚎两嗓子，嚎两嗓子。灯了，再也不怕拍不到浪浪了，嘿嘿，哎，哎，走，走，我们两个溜浪浪去，好不好？嗯。今天唱开心了没有？没有。今天还没唱开心啊？你看现在几点钟嘛、啊？现在几点钟？10点钟。这是要开唱。嘿嘿。下来，下来，就不喜欢这个绳子。就不喜欢这个绳子。你刚摆着那个绳子，你稍微收收软点。我已经收了，快过来，快来。
过来了。想拉我门都没有。过来，哎，搭烂了，傻的呀你是？哥仔快来了，爸爸，爸爸，我们回家了。慌的一批，你被伸了定身术是吗？慌的一批，来来，那个，能不能给？跟我走吧，出来全谁喊？谁喊都走不了。去你先叔叔，先叔叔家。都是元气蛋呀，鸭肉干儿。知道为什么不给浪浪牵狗绳了吧？他是根本不会动。这位是懒虫肉浪，现在长胖了，整个狗也懒了。对，就是我们不起，他是绝对不会起的。嘿嘿，嗯，走不走？出去玩不？你看，往天说出去玩，他就直接站起来了。现在。趴着，走，拉屎去，走。你太懒了，你这个胖的啊，都不是苗条的美女了啊，都变成杨贵妃了。啊，美好的一天从做家务开始，做家务也不是做家务，给大家做个午餐。肉肉要炒饭，我先去煮一锅米饭去。把这个，我这房车里边简直就是太满了，太满了，满的我凳子都不想拿了。每次都是用半仙的凳子，因为拿凳子的话特别麻烦。Hello 啊，肉肉一会儿，给我们炒什么饭吃啊？蛋炒饭吗？嗯，糟辣椒的。对，顺便把糟辣椒拿出来吧。可以。糟辣椒放哪儿了？放这个盒里的。哦，那就是在下面那一层。嗯。我把米和这个对挑了。哪个对挑了？把米和最下面那一层对挑了。嗯。因为老是煮饭嘛。嗯。那个总是拿着最下面那一层会比较麻烦。嗯。老公真聪明，真是太厉害呀！嘿嘿嘿，少来这一套，又想干什么？我说少来这一套，你又想干什么？米煮饭，很多朋友留言说我这个淘米淘得太猛了，是吧？把那个米里边的营养物质都弄没了。OK， 那我今天就只淘一下，好吧？就这么一下，然后就直接煮。看我们跟着大家还是学会了很多技能啊。淘米的技能都学会了。OK， 浪肉浪浪，走吧，我们出去遛一个，好不好？遛一个，嘿，走，下来，走这边，来，找辣椒。锅碗瓢盆拿出来了，煮的米饭也煮好了。对对，把它藏下去，藏下去。现在要准备开始炒午饭了。我先去洗点水果啊。肉肉先去洗点水果。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在这儿炒一餐饭。几个？减肥？你不知道四个吗？你不，你自己定吧。看几个的。啊。我们今天，对。我们今天就随便吃一餐中午饭了，就不去点那些菜了。减肥嘛，对吧？就得吃的简单。就没吃左大厨做的饭了，是吧？才好久嘛。左大厨今天还化了个妆，然后起来给我们做饭。我不天天化妆吗？美厨娘，哎，可以可以。起锅，烧牛。气没开。开了呀。啊？不会没气了吧？它都没怎么用，它刚刚那个气还没到管子里。现在把浪浪丢进去和小毛毛玩。
愣了，愣住了，开始叫了，不能咬毛毛啊，小毛毛了吗？啊，把他当自己的孩子，知不知道？小毛毛，别去惹他，别去惹他。小仙拼命的惹，我不要和他在一起，他是个怪物。浪浪，你有点母爱行不行啊？生了五个小崽崽了啊，你有点母爱行不行啊？我都没带过，坚持住！哎呀，被被玩疯啊，在发抖，浪浪在发抖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走，带你回家啊，带你回家，离开这个可怕的，离开这个可怕的小毛毛。这个是上次我们在超市买的那个鳕鱼，鳕鱼肉，然后我准备给它弄了之后下饭吃。啊，今天因为没有别的东西，周卓会做一个紫菜汤，我们再搞一个这个鳕鱼。哇，粘在一起。三块儿，对 ，OK， 三块儿吧，应该是15分钟，180度，我弄个六块应该差不多够吃了。看看肉卓炒的饭。哇，很舒服，呵呵。我看看怎么样？哇，不会吧？这个面包糠不能用这个空气炸锅炸吗？感觉面包糠炸出来的是这样的，不是金黄的。我晕，哼，先夹出去吧，给大家尝一尝，看看。行不行？把这三块弄了，时间再长一点。看来这种带面包糠的，好像不能够这么弄了。